小伙伴们大家好，要说丽颖，她可是娱乐圈人气超高的小花，虽然已是孩子妈，但在大家心目中仍然是那个活泼可爱的姑娘。自从出道以来，兢兢业业的赵丽颖便一直努力打拼，虽然娱乐圈环境复杂，但是她仍旧靠自己一步步走红。自从赵丽颖和冯绍峰官宣结婚后，赵丽颖这个名字便与冯绍峰这三个字紧密相连了。在大家心目中，两人属于郎才女貌的结合。虽然冯绍峰出道以来绯闻比较多，但是他自从和赵丽颖结婚后便与绯闻绝缘了。如今他们的儿子也有十个月大了，一家三口的生活可谓是非常幸福了。不过对于照顾孩子，赵丽颖远远比冯绍峰有耐心。据网友爆料表示，赵丽颖进组拍戏后，儿子就由冯绍峰照看，离开妈妈的陪伴，儿子自然会哭闹不断。当中就有一次，冯绍峰偷偷凶儿子别哭了，据不料此时赵丽颖就在身后，一回头就看到赵丽颖的他立马吓得一哆嗦，这样的反应也是很逗了。要知道赵丽颖从来不舍得凶儿子的。那么看完你喜欢他们一家吗？欢迎留言讨论。